王爷，你怎么跑赢店来了？报警员做什么啊？怎么回事？陛下，我们的孩子是被劫匪害死的。我陛下不为我做主，我就同启元一同撞死在这儿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怎么回事？回话呀！陛下，你看这个，这个就是明云送给我儿的余伤，他明知我儿有传承。 他在里面藏了纸船的戏份，我们的儿子就是为了这个才夭折的呀，陛下。这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，陛下，凶手就是明玉，你要为王爷做主啊！王爷，快起来，作何解释？陛下。 我也不知道，这里面为什么会有粉末？我给皇太子所有的东西都检查得清清楚楚。这东西真是你送的？陛下，既然姐姐把起源给我，朕在问你，这东西是不是你送的？是臣妾做的没错，可是臣妾送的时候是干干净净的。 我诚我在污蔑你，难不成我会亲手杀了我的孩子来污蔑你吗？今日之事，婉儿也可以作证。回陛下的话，王太子确实是玩过这个哨子之后才引发的传证，奴婢也确实看见这个哨子上面沾有戏粉。陛下，婉儿这一生从未求过你，如今痛失爱子。 婉儿只求，陛下可以让这个孩子给皇太子陪葬。胡说什么呢？把孩子给我，给我！贵妃，陛下，姐姐，我也从来没有害过皇太子。陛下，先把起源给我，其他的事情我们再慢慢查。上次的巫蛊娃娃。 朕念在你好不容易才从行宫里死里逃生回来，不与你计较。没想到你竟敢一而再、再而三的用这种恶毒的手段来对付一个小孩子。陛下，这鱼哨上的粉末是不是害死皇太子的还未可知，你怎么能这样？那就即刻让太医署去验个明白。 贤妃就在永宁殿里候着。六皇子朕先带走，若查明属实，朕绝不会让你再见孩子一面。不，谁也不许把我的孩子带走！明月，你不要这么冲动了。你敢威胁朕？ 检验都来不及等吗？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一切的一切，真的不是我做的。姐姐，陛下，我理解你们丧子之痛。若你们一定要找个人陪葬的话，我可以。但是孩子是无辜的。 我求求你们，放过我的孩子！贤妃，陛下，贵妃，贤妃是绝对不会伤害皇太子的。贵妃，贵妃，你倘若觉得此事皆因巫蛊之术而起，不如去极光阁查一查，也许事情会水落石出的。 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说，巫蛊之术是兰昭仪所为？不要为了护着你的郡主，就往别人的身上泼脏水。陛下，此事事关重大，朕而不敢断言。只是之前，一次偶然间发现兰昭仪的绣工独特，其布偶眉眼绣法，跟一年前在永宁殿外发现的布偶眉眼绣法一模一样。之前朕而不敢多想，只是今日旧事重提。 朕儿才不得不说出来，望陛下明察。
你们要干什么？蓝昭仪，卑职奉陛下之命彻查极光阁，得罪了。为什么要彻查？走。都给我仔细搜！你们到底要搜什么？别搜不出东西，胡乱栽赃我！都给我仔细搜！将军。将军，根据内侍省、殿中省对此前巫蛊案的比对，以及极光阁婢女坠儿的供词，当初在永宁殿外发现的巫蛊人偶，确实出自极光阁，其绣工也完全出自蓝昭仪之手。陛下，陛下饶命啊！奴婢真的什么都不知，奴婢是无意撞见蓝昭仪藏巫蛊人偶的。蓝昭仪逼奴婢处理人偶，奴婢太过慌了，才将人偶扔在了永宁殿外。但奴婢真无陷害贵妃和贤妃，奴婢没有办法，只能听从蓝昭仪。陛下饶命，贤妃饶命，贵妃饶命啊！陛下，臣妾是做着玩的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东西会有用。如果这个东西有用的话，皇太子他也不可能一年之后再出事，对不对？此事跟臣妾无关，臣妾错了。闭嘴吧！做出这么一个脏东西来，你还敢说是坐着玩的？还敢说跟你无关？齐行当初，齐行当千刀万剐。陛下饶命，陛下饶命，臣妾再也不敢了。臣妾绝对没有想过害死皇太子，真的没有。启禀陛下，太医署有要事禀报。传进来。是。叩见。免了。查出什么？快禀来。回陛下，这遗诏当中没有任何能引发皇太子喘鸣之物。不可能，那遗诏中的粉末又是何物？回贵妃，这是太子沐浴之后用于雀疮的松花粉。奴婢该死，奴婢想起来了，皇太子在玩那个哨子的时候，奴婢正在为他涂松花粉，兴许是那个时候，奴婢该死。现在才说，竟是如此荒谬可笑的理由。陛下，今日大闹永宁殿，贤妃实在是无辜啊。可还有其他？回陛下，臣等已经查明引发太子喘鸣之物，正是此物。这披风是蓝昭仪为皇太子所绣，是你，是你在这当中做了手脚。不是我，我没有做过。陛下，臣妾没有做过，臣妾没有做过，臣妾是冤枉的。陛下请看，这丝绣之中所隐藏的粉末是榛子粉，就是引发太子喘鸣之物，也是早已禀报过的皇太子需避讳的饮食之一，只是其藏匿之处极其隐蔽，若非太医署所养云雀从笼中飞出啄食此处，臣等也难以发现。蓝昭仪，如今真相已经水落石出，你可知罪？臣妾流氓，臣妾没有做过，臣妾绝对没有将榛子粉藏到织绣当中。陛下，臣妾冤枉，臣妾冤枉，陛下，臣妾冤枉。够了！你这毒妇，一次迫害皇太子不成，又十次毒计，还敢在这里喊冤枉？来人，在，把他拖下去，细细审问，给朕查明清楚。看看是否还有其他人参与。
各府各殿，尤其是肃王府肃王，等他老实交代了再定其罪。是。臣妾认罪，都是臣妾一个人干的，跟肃王没有关系，都是臣妾一个人干的，跟旁人没有关系。陛下，放下去。陛下，都是臣妾一个人干的，跟肃王没有关系。陛下，都是臣妾一个人干的。陛下，陛下，都是我一个人干的。陛下，都是我一个人干的。陛下，陛下，都是我一个人。陛下，都是我干的，跟旁人无关。陛下，你信我，都是我一个人干的，跟旁人无关，跟齐浩无关。陛下，我恨他，我恨贺兰晚宴，我恨冠军殿，我让他死，我让他们都死，跟旁人无关。陛下，都是我一个人干的。陛下，你信我，真的是我一个人干的，跟旁人无关，跟齐浩无关。陛下，